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我呢没有接触这个传统文化之前呢、没干过一件好事。没干过一件好事啊？对，并且所干都是坏事。那不成了大恶人了吗？大恶人，这个是真的。我跟我那个棒棒我们协言分享的时候讲过，现在我们那个地方有十多亩地啊，现在我们那里的地很贵啊。为什么我在那里能买那十六间呢？这十六间地啊，是我当年在九几年买的，一间才2000块钱。那时候呢，这条路啊，路边刚剩下两间，我就找我们村干部啊，买下来了。买了之后呢，不到两天，我们村干部就找我说：“你边上那些买地的那些人啊，都到政府去退钱了。”知道我买了两间地在那里，不跟我住在一起。哎呀，大家都去退款，就是空出了那一大排出来。空出那一大排出来之后呢，他们也卖不掉。他们是害怕您呢，还是？那肯定是害怕。他认为跟我住在一起，那是不知有多倒霉的事啊。您当时就饿到这个程度啊？对呀、他们也卖不掉。后来这确实没人要了。就说卖给我吧，我又没钱，卖给我还是欠债的，我又没钱，就把这十六间都卖给我了。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棒棒的这个产地了。这是这么来的？这么来的。那那个时候您都做什么呢？我呢从十多岁啊，纠集了很多人啊，好几十个，就在周边打打杀杀。哪个人讲我坏话，晚上就到他家去抄家，把他家具给砸烂掉，砸烂之后呢，还要搞人家几条烟来赔礼道歉。我那个时候一天抽3包烟啊，弄了一两年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老是这样打还不过瘾啊，所以呢，家里面购置一些枪。我记得有一年清明节啊，我还跟我们几个小伙子讲，我说这个清明节扫墓啊，不要打鞭炮了，你打鞭炮都太落后了，就在那坟前去开枪就行了。那结果都带着枪在那个坟前开，觉得那样很光准。后来因为这样，我的开枪啊都伤过人了，把人打了重伤。93年，结果我通缉过5年了，警察要抓你。对呀、跑了5年了。跑了5年之后，我回来投案自首啊，判了2年刑。我另外一个跟我同伴的判了11年啊，所以根本没做过一件好事啊，一件都没有。我听说，您在找对象的时候，跟女朋友见面带着枪去的是吧？当年一般，这个网上，谈恋爱的时候，网上不是约会吗？约会的，带了2把枪啊，还有一个九节鞭。我还跟我那女朋友说，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那看我身上叮叮当当拿了很多武器出来。我这个女朋友她就问我，她说：“你带着东西干什么？”就是现在的谢夫人。对呀、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是这样，我那时候才22岁，还比较年轻又无知，没有交过朋友，怎么又拿这个？这不是枪吗？他说是，人家拿刀我就九节鞭，如果能人家拿枪我就2把。我说哎呦，那这个不是又伤到人了？说哎，反正不用伤到我们就好。我说您胆子为什么那么大，敢嫁给这样的人？不是，那时候不是胆子大，那时候是不懂事。那时候是真的是不懂，因为伤到人之后啊，我就过上了逃亡的生活了。
那都通缉的嘛，啊，通缉呢，我就到处跑，跑了之后呢，我就去做生意。可是我这个人就是做生意从来不讲信用，做建筑买钢筋，举个例子，一吨2000块，人家卖给我2200、2500，我都给他买。买了之后，我第一次就还他钱，第二次就还一点，第三次就不还了。不还欠人家个10万、20万，之后就耐皮不还，不还他再找我就吵架，吵架之后就打直，一般打成5直啊，还是4直啊，就这样。打直之后再来分期，分红50期还是100期，这个都有。做生意害人不浅，我这个人啊，净骗人了，净骗人。我做过这个骗人最多的生意是做什么？投资印刷厂啊，做印书的，印这些课本啊，这些书的啊。我做过教辅，就是那学生的教辅辅导材料，那现在的家长啊老师都在推教辅啊，那书包背的20-30斤啊。我觉得赚这很赚钱，所以我就注册了一个公司专门做这个的。一本教辅呢成本8毛钱，定价8块钱啊，并且这些教辅呢都是我自己编的。自己编的？对啊，我是怎么编的？我就在书店啊买个几十本，就在里面找几个人员，东摘一点西摘一点，之后呢就给他拼成一本，这就出版了。你出版社同意啊？这个出版社也同意这样出版。现在还有人在这么做？现在大部分都这样干，在逃犯编教材啊。对啊，之后呢老师啊什么就又搞点分红啊。我们这方面做的量很大的啊，哪个小孩读了我们的教辅，哪个人的脑袋都有问题。我跟你讲真话，现在跟我们做一样的人很多，我们现在很多教辅看了都看不懂他里面写的是什么。那你们编的肯定看不懂啊，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呀。就是这个教材发出去之后，所有的孩子都要学这个呀。对呀，那都卖给学校啊，这学校呢指定的卖给他的。然后呢老师就说要买哪一本呢？老师还得好处。这个节目看到这里瞠目结舌，一个在逃犯，他还可以自己编书，还可以出，那个出版社他就同意了全国发行。荒诞到什么程度？那为什么这么荒诞呢？价值观错了吗？哪个单位现在不为钱呢？出版社也不例外啊，只要能赚钱就行啊。你看现在全世界什么都是产业化啊，医疗卫生要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出版什么这些音像制品通通都是产业化。换句话说，产业化是个好听的话，就是赚钱嘛。赚不来钱怎么叫产业呢？通通都是产品商品都可以卖。文教卫生住房教育这些都属于国计民生啊，这怎么能当商品去卖钱呢？观念错了，通通都变成商品，通通都用来赚钱，这还得了？你看谢总说的这些，我们绝对不能当传奇小说来看来听啊。他不是说了吗？这种情况现在社会上还很普遍，你说这怎么得了？大家人人都有份，都能分红啊。出版社出书的，包括学校老师，人人都可以得到钱。最后孩子家长买单，孩子们受害了啊。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啊，这些孩子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呀，你把他们害了，那跟害这个民族有什么区别？了不得呀。我听很多家长讲，学校那个教辅书你要是不买，老师就找这个孩子的别扭，想钱想疯了。你看他还像个老师吗？你说他像商人，商人都不如。你必须得买，你不买我找你别扭，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财，你说这不成土匪了吗？我们大家就知道都是钱闹的，人人都不安守本分了，那怎么样呢？这个社会一片大乱，你看各行各业
都不按守本分，这到底什么原因呢？就是把经济摆在第一位，什么人伦道德通通都没概念了。人现在为什么不正常了啊？你看看这个新闻，钱把人都扭曲了。你看有点钱他就疯狂，哎，要把康熙陵墓买下来。面对工作人员的不断拒绝，最后三位游客使出了用钱通融的招数。对对对，你给想想辙，通融通融，给你拿点钱。你这不是钱的事儿啊，这不是，这真的不是钱的事儿。不是说谁想，我就想看看了。你看您说的这不是说您谁想看就看，他也不是您家的，您说是不是？我家的，不这地方我买了，不就我家的了吗？我给你一个，一个，我买了。出口挺豪气的，可是工作人员并没有任何的动摇，还是耐心的解释。富豪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从旁边男子的包里拿出10000块钱，摔在工作人员的脚下。这就有点过了，这么多人都看着您，您这最起码对我是不尊重，对您自己也不尊重，您说是不是？哎，你干嘛了？还他们什么呢？有你什么事？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我说的可是美金啊，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什么宽带呀、光缆呐、卫星啊，能给它接的全给它接上。楼上面有花园，楼里边有游泳池，楼里站一个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家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倍儿有面子。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教材用哈佛的，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再建一所美国诊所，24小时候诊，就是一个字儿贵。看感冒就得花个万八千的，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2000美金那是成本，4000美金起，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所以现在的人想钱都想疯了，你让他说安守本分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啊，传统文化你怎么给他教怎么讲，不愿意听也听不明白。为什么呢？他那个心里只有钱。你想得到天下太平社会和谐，那不可能。为什么？他心是乱的呀。所以整个的社会一片浮躁，天下混乱，原因何在呢？就在这儿。你看我后来还做什么？我还自己出版书。你看我这个人读那几年书，自己也搞出版。哎呀，你看我出版过一本什么书啊？这离谱到我现在想的都害羞。我呢，因为在做这个很赚钱嘛，我就自己在想呢，现在这个家长啊，都望子成龙啊。我想我要做哪一本书最赚钱？就像那一天我在看电视剧啊。看电视剧，看那个《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个老顽童，在打一种钱呢、啊，就双手胡拨，就说两个手打两种钱。后来我在这个方面的受到启发了，我自己想了一本书，叫什么？这书名叫《青少年左右脑同步激发》。哎呀，最后呢，自己呢？就给他瞎编一通，自己写啊？啊，自己瞎编的。就说这个小孩啊，他左手画个圆，右手画个四方，他就可以从左脑开发到右脑，这样神经病的给他编了一大通，编了12本。12本？对呀、啊，一套书。结果我还拿到这套书去找过出版社，这个市长。这些出版社的专家一看呢、啊，看到我们这书名啊，跟我怎么讲？他说你这个书啊，太高智慧了。像这样的书是哪里来的？我说这个都是外国的，外国那些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才研究出来的。他们还跟我讲，
中国人呢、啊，就想不出这么高等智慧的东西。就这一套书呢，成本多少钱？成本呢，可能是20多。定价多少钱？卖啊，100多。哎呀，我出了很多本书啊，出版社都给发。这出版社很松的。结果呢，我这套书呢，我就印了很多，我还怕被人家盗版了。结果就整天在家里面按计算机啊，我想这一次最少要赚1亿啊，2亿啊。结果呢，我就把这个书印得有上千万啊，我投入啊，投入之后呢，放在仓库里面，想到时候统一来发行，啊，不要给人家盗版了，不敢卖啊。结果呢，等到这个书印好之后啊，啊，有一天电线短路着火了，我们那仓库这个书全部都给烧掉了，烧没了，卖了那些残留的那些纸啊，卖了3万来块钱，亏掉1000多万啊，这个书啊，哎呀，心疼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写了传统文化啊。他觉得这个书啊，哎呀，卖出去我就惨了。就是啊，您那得害多少人呢、啊？我出版的书我自己不敢看。我前段时间啊，胆子很大，那天我想把我那些出版的书啊来看一眼，看了我们一本书叫《唐诗300首》，也是你自己编的啊？自己编的。哎呀，因为我们做的书都是骗小孩的。这《唐诗三百首》呢，我们是怎么做啊？把它做成一种卡，像一只企鹅一样。嗯，哎、这个卡呢是个硬的纸，就每一张卡有一首诗，就用个塑料房套在一起，这个小孩可以拿在手上啊，这个一张一张的读。哎呀，贵的要死啊，一串10多块啊，那成本也是1块多，卖10多块。前2个月胆子很大，我把我这套书再给他认真的看一眼，一看里面啊。最少有几100个错别字，哎呀，啊，不仅这错别字还不是我们错啊，还是他源头上就错了，因为我们这个拿这个书也是去买过来之后呢，按照里面抄出来的，那些书也不是好书，都不是好书，连作者都错了，哎，所以我最近才把我们所有的库存的书通通烧掉啊，可能库存也要1-2万啊，最少啊，幸亏没发出去啊。把价值1-2万的书也给烧掉了，你这个是真忏悔了。我们听了谢总刚才这个忏悔啊，我们感触很深。这1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求西方所谓的自由，哎，这回得到了，得到什么了？哎，在逃犯他都可以出书，要自由，真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得到了，得到了，谢总自由了。那看书的人受害了，所以师父常常讲啊，你要自由可以，但是你不能害别人，害别人的自由也能追求，也能保护，这个不能提倡啊，这都是西方人的观念。哎，这100多年来，全世界崇尚这个东西，啊，言论自由，哎，出版自由，人们脑子通通都乱掉了，哎。哎，两性自由，哎，艾滋病得到了，离婚率得到了，哎，上街游行自由，哎，可以把立法院给你占领喽。你看，马英九都快哭了，这是台湾、想要的、自由吗？从官到民，没有不害怕，没有不唾弃的。你说这叫像什么话？乱到什么程度？这真叫搬起自由这个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谁倡导的？还不是你自己倡导的吗？所以啊，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反思我们的价值观所追求的呀，啊，到底什么叫自由？他们总讲传统文化儒释道，哎，这个是反对自由的，是不是呢？他不懂外行，真的了解了夫子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自由啊，从心所欲啊，哎，但是呢，人家不破坏规矩，
那矩是什么呢？矩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而西方的自由是什么呢？没有规矩，只要不犯法就行。啊，这叫什么自由？这叫害人的自由啊！胡来呀、啊，这都是。所以，儒释道传统文化真了不起啊！为什么呢？能给人带来真自由，生死自由。你能举个例子吗？你看，海贤老和尚，哎，112岁，我们看到那个光盘，太受感动了。你看，就这么一位出家人，预知时至，提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看这老和尚去世了，浑身柔软，啊，学佛的人都知道啊，哎，这叫什么呢？生死自在，自在就自由啊。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那你说何以见得？你能不能拿出证据？你看我们有太多的录像啊，这些人去世之后，他的遗体尸体啊，浑身柔软，面色红润，全世界的科学家医生学者全部都解释不通。哎，你不想要自由吗？你看看真自由在这儿啊，生死自在。中国人常讲五福临门，最后一福善终啊，走得好啊。哎，你现在到医院去看，你看那些病患多痛苦啊，到晚年了奇苦无比啊。你看儒释道的教育，你看佛家的教育，能让人走得这么好，这么殊胜，了不起啊。哎，西方能做到吗？做不到啊。所以那个自由是假的，儒释道这个自由，了脱生死这个自由是真的。所以传统文化的这些案例实验结果摆在你面前，你作何感受？你要走哪条路？要向谁学？你看在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这个网站，我们专门有一个节目向师父求教，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那里边呢，关于海贤老和尚的这些图像素材啊，太多了，真的了不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这老人家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小庙，像这样的高人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在当代太多了啊。师父老人家就是一位啊，88高龄，每天讲经说法4个小时，从来不间断，有时候走路我们都追不上。哎，那个身体的健康，那个智慧究竟圆满。你不学这个你学什么？健康、幸福、智慧、财富，最后善终、生死自在都能得到。谁教的？哎，儒释道中华传统文化，老祖宗教的，你要跟谁学？所以学了传统文化以后，有人再问你，哎，你就问他，你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自己做得了主啊，对吧？自是自己啊，自主啊。哎，生死不生病你能不能做得了主？儒释道传统文化里有啊，能做得了主啊。哎，而且人人都证明给大家看，只要学的，哎，信解行证那个证就是证明，就像做科学实验一样啊，真做得了主啊。现在你说你不生病啊，没有痛苦，你去问谁能做得了这个主？传统文化管用啊，给你带来幸福啊，这不是一句空话啊。哎，所以我们要真自由啊，不要西方那些假自由，那给自己带来的，给社会家庭，哎，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混乱，是动荡，哎，是无穷无尽的遗害，没什么好处。如果这是自由，那什么是发疯？什么是放纵啊？什么是精神病？现在人们连这个都分不清了。哎，拿这个当好的，这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了，迷惑到了极点。